在本辖中山路与中心路口发生自小客车驾驶昏迷追撞其他车辆之交通事故。所幸当时在旁执行交通疏导之同仁反应积极，及时挽救人命，肇事车辆驾驶及现场民众均无大碍。肇事驾驶经检测酒测值为零，事故发生详细原因尚待调查厘清中。